原标题：太平天国最高的权力象征金玉玺，在运动被镇压后流落何方？金盛红教授，金盛红，江苏盐城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其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兼任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等。从1997年至今，先后出版专著有《西北王胡宗南》《民国暗杀要案》《辛亥往事》等代表性论文，有《刘师培三次思想巨变述论》《南京的慰安所与慰安妇》等，并担任济我努学社顾问。1865年，清同治四年8月17日，一个重大案件震动了北京城清政府的大小官吏，密藏在清皇宫内廷军机处内的原太平天国的金玉玺不翼而飞，被人窃走。在事件发生后，慈禧太后勃然震怒，严责军机处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熙限期破案，大小官吏们如大祸临头，个个胆战心惊。洪秀全雕像原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在1853年3月19日攻占南京后，以此为首都，改名天津，建立了中央政权。天王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曾镌刻了多种印玺，作为其最高权力的象征，以进行行政发令、调兵遣将之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金印和玉印，其中玉玺被青白玉制，印面上刻有44个字，其门口太平玉玺，天赋上帝，人和吉木，天土红口，天兄吉都，就是幼主，主土余土，八位万岁，真土贵族，永定乾坤，永息天禄。玉玺在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首都天津城被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在破城前曾将金玺玉玺密藏于天王宫殿中，被清军搜出，曾国藩将这两玺作为最重要的战利品，派专人送往北京，清廷统治者再攻克天津，缴获洪秀全金玉两玺后高兴异常，再庆贺一番后，下令将这两玺放置在皇宫紫禁城中最机密的权力中心军机处中。可是在金玺存放在这里整整一年以后，突然竟在一夜之间不见了，这怎能不引起清廷上下的震动与恐慌呢？恭亲王奕在接受两宫太后的旨意后，不敢怠慢，但苦苦探查良久，也没有发现一点线索。眼看两个多月过去了，奕焦急异常，他忽然想到，偷金玺的人必然要销赃，何不到街市上，特别是到金银首饰铺去查查呢？他立即派出人批人马到京城各首饰铺以及古玩店查访，果然不久就在东四牌楼的一家首饰铺中查出这首饰铺曾融化过一方金印，亦立即派人将该店老板伙计全部拘传到按严家审问。很快真相大白，玉玺此案原来是在军机处工作的刑部郎中监军机张京萨隆阿所为，由于浪吃浪喝而导致入不敷出，变动了邪念，将金玺玉玺偷走，拿到典当铺卖掉。不幸的是金玺被典当铺融化掉，万幸的是玉玺得以保存下来，现在珍藏于北京革命博物馆供人瞻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